Capture and hold comlinks. 我可以关语音吗？好吵。有人的回音超大的，有人回音超大的。Body related. 哦，有了。好烦啊！你按出计分板，然后上下左右按，对它按 T， 就可以静音。这没有地方可以偷袭吗？怎么大家都直接冲进来啊？这不能潜行一下吗？好像很困难，对啊，没有在前期，好像可以放地雷的东西，也踩到会踩到会会给会放气球，都直接飞到天上。主要是这个游戏好像没有在潜行诶。没有，好像就普通的射击游戏。我看有一个隐身。还是说要在晚上啊，比较明显。这个应该占点据点。好远哦，150公尺。这要怎么导演？就蹲角落啊，边边咔咔有没有？他自然就会找掩护了。哎、欸，但也有人，很正常，他们都直接冲进来。因为这是一个占领游戏，对，这都冲进来。我们没有复活点了。Body link established. 哎。我发觉我杀死人之后，我也会死，而且要过了一秒之后，为什么？延迟吧。好延迟哦。我两秒后才会中枪，而且小枪不是小枪，冲锋枪子弹威力好小。Calling A captured。傻小，内哥吗？
那个倒超夸张的。哈，有人被回收走了，我看到了、欸。哎呦，看到。如果你玩这个游戏有破过全部的主线吗？打到后面没有玩吧。靠北有金刚飞拳啊。好累哥哦，看，哈我怎么没有特殊武器可以用啊？因为我金刚飞拳我看到了。对啊，因为我不是 Big Boss， 所以没东西可以用。我杀了 Terry 啊！打我干嘛？哎，那个不是你？是你吗？不是的，那个是我啊！那是你啊！你是敌对不是吗？蒋三小啊，靠北！我直接加入你的游戏，我就变敌对了。不错啊！我收走好了。我还可以用箱子，那个箱子在对真人的游戏中怎么可能会有用啊？乱七八糟。他们有在屁股卖照，哦，爬上去了。好像还有其他道具可以用欸，不知道怎么叫补给。好像可以用 CQC 把人打昏，然后带走，上气球这样。没有，那个好像是放地，就放一个气球在地下，哦，也踩到直接不见了。对对对。哇，杀人很延迟哎，死的都还可以再生。对，杀人很延迟，真的。可是还蛮好杀的。白痴。啊！而且好像有一个隐形，有技能啊，有一只有技能的样子，兵种不同啊。兵种。我记得有个好像是近战吧，比较近战。有，我看他隐形了。没有队友上。好多人都有隐形技能了。应该都选那个近战兵种。只有笨蛋才是拿着枪乱跑。我怎么换颜色跟单颜单？不知道。我想换，颜色好不习惯。炸！金刚飞拳把我炸死了，冲三小，干、嗯、是 Big Boss 杀我的，谁啊？黑羽勇？不是。Body
我发觉有些人就蹲在旁边，好像以为大家都看不到他一样。真正的潜行，你们子弹怎么办？用拳头啊 ？CQ 吸一下啊，要不然呢？真假？真的？我就给炸死了。你打死人，他会掉子弹啊，打死人会掉子弹。我给炸死了，不用。什么金刚飞拳啊，就像遥控炸弹一样啊！我靠，好屌啊！这招怎么打？我重生就死了。你刚好重生在人家旁边啊，黑羽你怎么不动啊？宇宙吸天吸，干飞机，这可以直接重生在争夺的点，所以很快就可以遇到敌人。点哦，玩家输哦。我觉得金刚飞雪好容易炸死人哦，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我干！有个混蛋就一直用金刚飞拳啊！Yeah! Level up! 又来了！这鸡掰啊，青蛙姐超鸡掰的！而且打不下来！打不到啦，这个金刚飞拳都被吸的啦，烂死了！啊！是啊，好累个哦。哈哈，都被吸了。还在玩金刚飞拳，这谁 ？Terry 哦，哪有啊？这猫谁放在那边啊？我打死你了！你在那边摸猫，白痴哦！要我摸什么猫？那是陷阱啊！吸引敌人会碰到去摸，然后就被打死了。够烂！陷阱啊！啊，占你家！哦，我也在摸猫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飞拳蝶影，打你打的，好多人蹲在那边哦。超延迟了，对，我看到人不会动哎、欸，可能是开房的是外国人的关系。加油！人怎么会飘啊？好累。嗯。哪里打得到的？我觉得金刚飞拳就杀人超好杀的啊。神装金刚飞拳。我是突然间给射，可是看不到任何人，他突然间到我前面。
累个，那个累个，超累个。冲山小，我到底是死了没啊？你们按住 H， 然后上下左右选人名按 T， 可以静音他游戏中的声音。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哇，越来越那个，根本就好像不能动的地步而已。干！对。啊！我被吊走了，冲他小。这吊走算死掉吗？算吧。你看，我现在走到你，即使走到室内不会给吊死，因为他会撞到屋顶。对啊，撞到屋顶。我靠，人都不会动。啊，输了。哇，我还杀22只哎，屌不屌？我是。完全看不到东西就死了。要不然我们可以跳出来啊，换一个房间看看。好啊。Hello。Hello。还他这个头饰好多东西哦，可以戴猫在头上哎。真的。还可以戴章鱼在头上，戴什么东西？这猫做的好可爱哦！哎，真的哎，MB， 那个是真钱，还有乌贼，干好恶，好恶！给每一个都看一下，鱼，我觉得隐形技能其实蛮酷的，酷的，像那种生化迷彩，也不是很明显的。人家有步行机，我们打屁哦。我们也有吧，应该，好像。哦，这一间房间线路比较好一点。你好像在我对面对，没关系啊，随便。好，我们有步行机。我加五啊。什么东西？就爆你头哦！这个好赚哦！这是乾隆叠影哦！你怎么能用这个武器？这是有没有这个防御炮台本来就有，好不好？好赚哦！这个炮台超爽的。哦，有人。救了我一命！哦，啊，这应该被炸死了。我们快输了，没关系啦。这个输赢好像没什么意思哦。这个是这个钱领的。COD 幻痛。哎，我们赢了。啊、我一进来就输，爽！我一进来就输。
哦，第一回合还有第二回合吧。我们打完一次看看一场可以赚多少。我想换狙击兵了，有吧？有啊，我刚刚就没选到。Eliminate all fortune the opposition。怎么有人可以穿的像进的那个内衣一样？我没有女角、哦。有人有哎、欸，他这个是要一开始我们玩幻痛祖先的，他不是要创人物，就是那个人物。所以那个时候要创女角、啊、你现在才会有女角。有人可以标记啦，类似侦察兵的功能。那机器人。怎么用这个啊？哎、欸、喂，你下面有一个，你左边巷子里面，有的兵种可以直接标记敌人，还是我们都可以标啊？我没有买吧，应该。标记怎么标啊？我们在主线的时候，不忘了。好多拔刀到处丢。我看到有人在那边，但是他在掩体后面，我打不到。望远镜怎么按啊？啊 ，F 啦 ，F 按住啦 ，Nuko 标记啦。哦，太久没玩了，跟白痴一样。对，按住 F， 看到敌人会自动标记。玩会变成瞄不准，就第一人称瞄准。这游戏就这样子吧。耶、yeah ！为什么无缘无故又 U win 啊？爽！不能玩了。几分啊？GP， 哎、欸，干 Nuko 这一场才二十点呢、欸，才二十点，一个装备三百块，一场才二十点呢、欸，好久哦，撞到哪一年？不知道，